今天做什么事情都很麻烦，但如果今天你的语句是有实用性又兼具创意性的话，这样下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没有那么阿杂了呢？机车雨衣是骑士必备工具，不过当雨衣变身成连体衣，家人、闺蜜、情侣跟机车连成一体，几人几半干净加倍爽，防雨工作滴水不漏。两套雨衣收纳麻烦，双人雨衣相对便利，一套抵两套的功能还真在梅雨季冲出买气。长得蛮奇特的，然后本来想说应该不会有人买，结果开始下雨了一阵子之后就开始有人买了，然后我们也觉得蛮奇特的。它大概只要是雨天的话，大概都会成长两成。如果还嫌手拿雨伞太麻烦，现在坊间还出现了这一种。像这样的飞碟雨衣让你直接提升成懒人，防水等级。网络上爆红的飞碟雨衣让小朋友穿了不用再撑伞，不过一般成人使用下半身可能还是会淋湿。这个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旁边这样子他走路会撞到，不是很方便。穿球鞋也不用担心碰上大雨，细胶鞋套近期翻红，打着比雨靴穿脱更具机动性，不过遇水后鞋底变得易滑，走路就得格外注意。以四月份五月份来讲的话，卖到差不多1000双一个月，雨季的话成长了大概4到5倍左右。防水配件百百种，功能性造型度也推陈出新，创意防水小物碰上梅雨季也能不再犹豫。记者陈子芬、李佩轩台报道。